我也是为了村子啊，尼桑，你也知道，你走，所有村子都忙着攻打我们木叶，我总得留个后手嘛。就是因为你做人太阴暗，当初和全奈好好处，哪有现在这么多事？我靠，说这话你良心不会痛啊，尼桑。你要是当初和马达拉合作，扫平四大忍村，我也不用整天搞研究，观众都盼着你们虚佐套大佛呢。好了好了，两位大人不要吵了。大爷你谁啊？我是你的徒弟小圆呐。哦，是小时候偷看人秋刀家大妹子群里的猴子啊。你咋变这么老啊？年轻时不是挺有精神的吗？我又没有你们前。守一族永保青春的查克拉，这个我就要说到说到了。三代有一个水晶球，整天盯着女澡堂看，没几个月就好像老了好几十岁，不然也不会。